希望考试能够有好的成绩。芦洲国中创客社团的师生，他们日前特别制作了日本的绘马架和绘马牌，让校内的九年级生可以把自己的心愿写上去，希望他们都能够在这次的会考当中顺利考上理想的学校。摆在芦洲国中校门口旁的穿堂，这个日本的绘马架上挂满了九年级生的心愿。校内创客社团的师生亲自制作这个绘马架，帮九年级生祈福。制作的过程当中，他也邀请到他的这个学长，就是他专业的这个制作 3D 雷射切割机的学长，在礼拜六礼拜天特别到学校来一起完成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为我们九年级会考参加会考的九年级同学能够祈福。创客社团师生利用雷切机制作了绘马牌，让大家可以把心愿写上去。而这个看起来相当精致的绘马架，也是历经了好几道程序才一一完成。这个绘马架，这是用实心的木头去做的，然后割的时候都要先用那个笔来量，然后还有切的时候都不能让它歪掉，就是要直的，一定要是直的。然后磨完之后，因为切完之后它这边每次都会沙沙的，就是因为它是新来的，新来它没有帮我们做一些磨的技术，所以我们要自己来磨。能够完成这个大型的作品，除了老师商请专业的学长们帮忙，学生也为了可以协助木工的部分，特别先去上了手锯的课程，齐心协力一同完成。记者沈仲林、靖宇，芦洲采访报道。